花儿乐队呢，虽然近来少有新作问世，不过他们也并没有闲着。除了主唱大张伟出了一本漫画书之外呢，四位乐队成员呢更是积极准备向电影方面发展。经常是四名成员一起亮相的花儿乐队，日前在艺人缺席的情况下，出席了美国电影《歌舞青春二》的北京赏片会。他们应邀担任该片的中国内地演员，并主唱主题歌《摇摆摆》。不过三位成员来为电影捧场还有更长远的想法，咱们也得看看为什么这么红啊，是吧，咱们研究一下啊，然后以后怎么也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来，就更棒了啊。从没演过电影的花儿乐队即将在今年暑期参与拍摄一部古装喜剧电影，虽然还没正式进组工作，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酝酿自己拍电影的计划了。我们有很多千奇百怪想法，天马行空的，但是说呢人导演不同意，我们想自个儿呢以后能够拍一个真正我们觉得还挺可爱的一个电影。